过去来听五点十五点一四五佛讲啊，比丘们，那是一个人常常做五行物件，一定着落地狱。哈密五行，伊常常杀生，替哈密无好意的邪淫、讲骗话、啉酒、吸烟，比丘们。那是这个人常常做这个五行物件，一定就落地狱。啊，这个经是讲这个五戒啦，那特别五那个五戒啊，这个五戒那是这个人常常破这个五戒啊，啊，佛讲定着会落去地狱啊。所以佛爱那个好，佛叫个了人啊，特别过这个五戒好好来呢，这是根本呐，那那是讲拜佛呢。这里是根本的修行啦，啊，简单的本来。